2024 MIF 期间增设采购导向配对专场，作为今届 MIF 亮点活动之一，重点邀请澳门多家综合旅游休闲企业的采购部门代表参与，根据他们的采购需求，现场安排与 MIF 的展商进行精准的对接洽谈，以促成采购合作，提高澳门中小企与大企采购洽谈的实效，有效地促进经贸合作，创造商机。大家好，我是澳门酒店协会会长黄淑欣。一直以来，本会致力于和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MIF 作为澳门大型展览活动之一，希望透过今次的会展和商业配对平台，能为本会酒店会员提供更多国际化投资合作的机会，促成多方面多渠道采购合作，充分推动旅游加会展跨界联动，助力产业多元的发展。大家好，我是澳门供应商联合会理事长李杰卿。本会是凝聚了20多个不同行业的商号会员，共同寻找世界各地以及国内外的货源，致力平衡物价，稳定货源，承担起行业商会应尽的社会责任，丰富民生物质的需求。透过参与 MIF 会展的商业配对的平台，期望可以寻找更多适合澳门市场的货源，促成采购的合作。大家好，我是澳门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李荫良。本会致力推动澳门餐饮业多元发展，餐饮品牌引进来走出去，助力乡村振兴，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文化农副产品贸易交流合作。大家好，我是银河娱乐集团采购及仓储管理高级副总裁 Peter Chow， 负责制定银娱在采购及仓储的策略性规划以及管理相关工作，以支持银娱在采购及仓储业务的多元化发展。随着银娱持续拓展多个崭新的业务，包括去年投入营运的第三期项目以及正在推进的第四期项目发展，我们在不同范畴的各类型产品及服务上的采购需求亦随之增加。我们期望透过今次的商业配对，能够发掘更多有潜力的合作伙伴，促进更多采购合作的商机，实现互惠互赢。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ugusta Vargas Prada, Vice President of Supply Chain at Melco Resorts and Entertainment.By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thical and sustainable sourcing among our guests and colleagues, we drive demand for responsible sourc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our extensive operations. To meet the company's business growth locally and regionally, we would like to source more qualified suppliers that can better support our business need. And as always, MIF is a wonderful platform to support us in identifying exceptional procurement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大家好，我是美高梅的采购助理副总裁梁明鹏，负责统筹公司的采购策略和计划。为了配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我们持续加强和不同的行业联动，扩阔公司的采购范围。透过参与 MIF 会展和商业配对的平台，我们期望可以和更多不同的供应商促成合作，特别是澳门的中小企，从而达至互利共赢。大家好，我是金沙中国采购部的行政采购总监 Sam Hao， 主要负责集团的食材采购、酒店用品采购和第三方服务采购。配合金沙集团的业务发展，新酒店的落成和现有酒店的翻新，以及日常酒店的运营，我们正在计划采购酒店用品各种食材，透过参与 MIF 展会和商业配对平台，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促成采购合作。大家好，我是澳娱综合供应链营运及服务副总裁吴少娟，主要负责集团的采购规划工作。为配合集团推动实现低碳未来，我们积极在绿色设施、绿色款客服务和绿色活动等范畴物色合适的供应商，携手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另外，我们亦坚持本地优先采购，大力支持微中小企，期望透过参与 MIF 的会展和商业配对平台，
物色有创意、有热诚的商户，同我哋共同建造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永利财务副总裁黄安琪 Angel， 负责集团的财务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永利成立以来，我们一起坚持本地采购优先，同很多中小企已经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坚信透过同本地中小企业的紧密合作，我们可以更加能够精益求精，同埋可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共筑互信共赢的产业生态，推动社会的进步。透过参与 MIF 会展同埋商业配对平台，我们希望能够藉此机会可以同更多的中小企业拓展我们的合作关系。请支持第29届 MIF 支持采购动向配对专场。